Hello， 大家好！一年接近尾声了，已经进入到我个人最喜欢的欢乐月了。从这个月份开始呢，我们会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接踵而来，比方说我的生日、耶诞节、跨年、元旦、投票日，接下来就是过年了。这些开心的事情加在一起，您会怎么样过节呢？那我过去呢，会找一些喜欢的图片，然后来把它刻成印章啦，或者是画出来，还有搭配纸胶带的方式来做成一张卡片送给朋友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就首度来尝试全部都用纸胶带制作。那 Y 小姐呢，会是第一次使用纸胶带制作卡片，我们就来看看她会做出什么样子放飞自我的作品吧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今天会使用到的材料，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纸胶带，以及我们会做成卡片的明信片纸，还有信封。那现在最靠近我们这边呢，是两本离型纸，还有笔啊、剪刀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怎么开始？怎么长那么高？你有想要用什么样的素材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有比较喜欢的画色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今天要用心之眼来做。心之眼是什么？哪个闭着眼睛做？太可怕了吧！剪别人的手。放了一头鹿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还要再把第二只鹿剪上去，变成像这样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。你不告诉我吗？做人就是要自力更生啊。那如果等下弄出来超丑的话，我怎么办？你就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很抱歉。因为 XO 出新专辑，所以我今天戴 XO 的帽子给发现。有，我发现，然后他还砰砰响。你在干嘛？是画圆，我没有圆规。这是一个维他命。OK。好，变成一个圆吗？好不圆。很圆的啦，很圆的。它等一下就会变得更圆。有抽象意境的圆。对。我有点感动。你说收到我们的卡片吗？如果做出来很畸形怎么办？就这样吧，就是示范而已嘛，说大家可以这样做，发挥美感，没什么那么主观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活出自我。我一直都很多。看，我现在贴了这条五条，意义不明的五条，结束了吗？嗯，我要把它做成一个那个会挂在圣诞树上面的那种小球吧。这可以做，这么厉害。好像很厉害，好像很敷衍。差点忘记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一堆根本不是圣诞节的元素，纸胶带来做圣诞节卡片，厉害吧？还蛮可爱的哎。我们圣诞树，好幽默。啊哟，它太像一棵树了。它是啊。那你觉得我这个像蝴蝶结吗？大概吧。哦，好。噔噔。你看好了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在下面写字就好了，这张卡片就完成。我其实本来只想要做一棵树的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做一堆里里口口的东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我这棵圣诞树要在旁边写 tree 吗？不用啊，大家看得出来是 tree 啊。怕人家不知道。tree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尝试一个更简单、更粗暴的做法。超粗暴，跟早上起来的头发一样，然后真的很粗暴，哇！你看我的夜店星星，哦，好夜店哦，大夜店星星哎！圣诞节去夜店喽，把这都头发，纸胶带就是一个杀人的工具，这么严重，不好对。这张主题就是后现代夜店主义，这什么东西？好。好离奇哦，精彩的要命！今天的主题换了，就是如何浪费姐姐的纸胶带。太快了！最后节奏。刚出来的。很垃圾哪种啊？好抱歉。最后我们一人做了两张啊，他做了三张，因为他有两张的创作理念是类似的，没有错。那我们谁先介绍呢？我们现在讲一下我的两张创作理念。创作理念呢，我的第一张它就是一棵圣诞树，结束。它就
就是层层叠的圣诞树，因为圣诞节就是红跟绿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叠起来。然后这位小姐她绿色实在太熟，所以我只好选了一个很青葱的绿色。嗯，下面那个重点是有小杂草，大家看不太看出来。好，我的第二张呢，它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夜店风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那颗星星很夜店风，真的非常的夜店风。对，做出来想说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嗯，然后所以我就加一点后现代主义的线条。嗯，它其实是那个圣诞灯吧，然后把它非常那个非常放飞的贴了非常大一条。好，那接下来该我了。这两张的概念呢，其实都是使用圆形来做的，它都很简单，就是你把线，把纸胶带铺满铺好，一条一条排整齐之后，把它剪成圆形，或是把它中间挖了一个圆形，就可以完成这张卡片了。它这个难易度是比较低的，比较简单一点点。那第二个，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是把你的纸胶带排好之后，各撕一条贴满之后，上面再点缀一点亮亮的鹿，还有一些小草树叶，这一张我感觉很像，就是它有种步步高升的佳节感。节日过年，但它是耶诞节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使用非耶诞节纸胶带所制作的耶诞节卡片。耶、yeah ！你就是剪刀在剪纸猫吗？不是啊。第二张卡片呢，我打散，它是这个在前面把它做保护。坏掉了！下个星期就是耶诞节了，如果您想送给您的朋友一些温暖又有一点小小负担的小惊喜的话，现在动手做还来得及哦。其他建议的话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。没错，那大家当然要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频道哦。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拜拜。